香港玩了幾十年啦，我呢啲事情咧都唔係事實嚟嘅。咁樣每一個浮過人都有生活愉快嘅人嘛。一個香港嘅靈異節目嘅公司作大嘅啫嘛。因為呢度夾板嘅風水又好好噶嘛，好多出咗好多博士啊、嗰啲律師啊、事情啊、三媽都好風水嘅夾板。我哋入邊仲有好多嘢嘅喎，呢個草藥廠啦、啊，到核多科入邊啦，仲有好多人種菜啊、養魚啊。如果有鬼嘅話，邊度會啊？人家走嚟試養魚啊，走嚟核多科聊啊，啲遊山玩水啊。依間公司啊，佢咁樣嚟拍啊，咁樣嚟講法嚟講啦，好破壞我哋夾板嗰啲人失人民嘅心理上啊個問題，出現咗好恐怖啊！根本係冇呢啲事嘅，不過你哋以為一賺嘅兩個女啊，就講到好誇張。